珍珠。可是阿姨不懂哎、欸，阿姨如果买快吉或长拿铁，本来就有珍珠了，所以你就会获得半杯的珍珠。那我问一下哦，快吉或长拿铁不算什么？你可以整杯都是珍珠。那免费又加珍珠哦。哦，什么鬼？去冰为糖，谢谢。一杯就好吗？一杯就好吗？一杯吗？嘿，对。魔法师为什么还要思考？会员0988，魔法师啊，1255，好，0988125。